徐叔，您先上车吧。好。我听说你的事儿了。什么事儿？去上海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事儿啊。我只是有点好奇，当了这么多年的警察，突然要给罪犯辩护，你接受得了吗？人嘛，有时候总是需要一些改变的。改变啊？ 你8年前不就学会了吗？我知道，你恨我是应该的，我能理解。我不恨你，我挺忙的，没时间。哦，对了，今天这个事儿，对不起啊。
您是杨三水，杨叔叔。你是谁啊？哦，我是高峰，杨恒同学。我找一下杨恒。杨恒，我已经十年没见他了。我昨儿看见他回龙湾了，还带了一女朋友呢。杨叔，老彩民了呀，这玩了多少年了？中过奖吗？哇，这得花不少钱吧？杨恒真的回来了？啊，他回来了。我昨儿遇他的时候，我还问他呢，我说你回来是有事儿吗？他跟我说，他这次回来是特意要求龙湾分局刑侦大队给他跟北山发现的那具女性骸骨啊做一个亲子鉴定。你说这事儿都过去20年了，他怎么就那么坚信阿姨是清白的呢？再说了，说当年他应该是8岁吧，难不成他还能知道405案件真相啊？这不可能啊！这我作为他朋友来说，我是肯定不会相信他做伪证的。您说他10年没来看你啊？哎，这臭小子，我见着他我先说说他。您是他亲爸呀，怎么能这样呢？你到底是谁呀？你是警察？不瞒您说，我曾经是，但我现在不是了。您慢点，请你马上离开我家。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可要报警了。哎，您别生气。行，你这样吧，要是有杨恒的消息，你打电话给我。走吧，叔叔。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徐总好，徐总，董姐。你奶奶让您稍等片刻。好，这样我来拿吧。谢谢。不客气，这边请。是。从2015年的第三个季度开始，集团的盈利开始大幅缩减，而今年的头两个季度也首次出现了亏损。但是这不仅仅是我们龙兴的危机，而是国内外整个的大环境造成的。可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在各种利好政策的刺激下，今年全国的房地产销售明显回暖，可作为集团的主营业务，集团开发的东山树和龙景园的销售并没有达到预期。我跟你说，好了好了，你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么吵下去不会有结果的。咱们今天这个会要一直这么开下去吗？哦，对了，我孙女许佳彤到了，你们听听她的说法吧。徐总，请。彤彤，来坐。谢谢。把你对龙兴改革的一些方案好好跟大家说一说。
别犹豫啊，把你对我说的那些啊大胆说出来啊。爸，我之前跟奶奶呢在企业改革方面也聊过一些。彤彤，董事们都等着了。好，那我就直入主题。首先我先抛出来个问题，一个企业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企业经济效率的提高，这个经济效率的提高一部分是来源于市场的扩大，另一部分才是企业效率的提高。那么市场怎么扩大呢？当公司改革不顺畅，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位，或者不能立刻发生效率的改变，这个时候呢，走出国门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现在国家鼓励海外投资，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跟上国家的步伐，跟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走出国门，分享全球共享经济带给我们的红利。上海龙芯佳铜成立三年半以来，我们的境外投资服务项目成功的服务了52家中国企业，完成了6个海外投资项目，合同投资总金额已经达到了3.7亿美元。我们在过去2年多国际化经营中积累了丰富的项目开发管理的成功经验。总而言之呢，我们上海龙芯佳铜在海外投资项目的成功，完全就在于我们具有风险意识，并且在任何一个项目之中，我们都把风险意识放在首位。如果缺乏充分的风险意识，那么我们的企业可能会付出高昂的学费，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产业和企业层面。今天我们会议还有第二个议程，我提议许佳铜担任我们龙芯集团的总经理，许军担任董事长。奶奶，我还没有准备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用举手来表决。同意许佳铜担任龙芯集团总经理的，请举手。通过。魏科长，杨恒和这具尸骨的 DNA 亲子鉴定报道已经出来了，她就是杨恒的母亲罗红英。进来。冯队， DNA 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死者就是杨恒的母亲罗红英。冯队，960405一案的结论会不会是错误的？你凭什么这么认为？杨恒凭什么认定那具北山山洞的尸骨就是他母亲罗红英？而且他的预感是对的，还有高峰昨天奇怪的举动，这说明当年罗红英并没有畏罪潜逃，而是被人杀了之后直接埋尸在北山山洞的。
你凭什么认为罗红英不是畏罪潜逃？也许她是潜逃过程中被人杀了呢。我是担心这些年的陈年积案。青叶，记住，做我们这行的，要多靠证据说话，少靠嘴。罗红英作为主要嫌疑人，被我们通缉了20年，现在突然证实她早已经死了。如果这件事情传到网上去，网上的舆论够我们分局喝一壶的。亲自鉴定结果，先不要告诉杨恒。彭队，杨恒刚刚打电话来问亲子鉴定结果。你告诉他了？我让他来刑侦大队接受讯问。周游，我欣赏你的干劲儿，但要学会区别，雷厉风行和愚蠢是两个概念。你已经让复杂的事情变得疯狂了，赶紧给杨恒打电话。说什么？让他给我闭嘴。哦。别玩了，赶紧收拾东西。哎，不行，我盘站呢。你说多少遍，别玩了。哎，你干嘛？你疯了吗？我把这就赢了。咱们晚上离开这儿。为什么呀？我在附近租了个新地儿，害怕警察一会儿就找过来了。快点。你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昨天跑刑警大队找警察啊，现在又躲着警察，你干嘛呀你？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你冲我吼什么呀你？我在网上发了个帖子，一会儿警察肯定会过来找我。反正你们俩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这已经成为事实。君儿，这两天你把工作给彤彤交接一下。下周二我们在集团开一个中层干部以上的会议，宣布对彤彤的任命。彤彤，你上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到英国去寻找投资项目，并且在英国成立龙兴集团英国办事处。这办事处啊，以后就让你叔负责。可妈，我今年才50岁啊，我还正年富力强呢。可你的思维还不如我呢。现在是什么时代你知道吗？是他们年轻人的时代。是我们龙兴能做到今天这样的大格局，这都是你的功劳，这点妈从来不否认。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形势也变了，刚才彤彤讲的那些你都没有好好听。龙兴集团照这样下去啊，再让你管理不出几年，总会垮在你的手里。妈这点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可是奶奶，我对龙兴家同还有自己的发展计划呢。彤彤，从今天开始，龙兴家同这几个字要从你的脑子里抹掉。反正董事会都已经决定了，这已经成为事实了，你们想不通也要接受。
我有个建议。你有什么建议啊？我能不去英国吗？你给我闭嘴，先出去。我和君儿、彤彤还有话说。妈，你刚才让彤彤把“龙兴家通”几个字从脑子里抹去，什么意思？卖掉。卖掉？要是留着，只能让彤彤更分心。妈，你怎么这么着急让彤彤去英国寻找项目？还有，让许达去负责英国办事处？您这么做是不是太荒谬了？他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你以为你妈是傻瓜呀？我不知道她有几斤几两啊。哼，我为什么要让她到国外去？这个问题你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她除了吃喝嫖赌、花天酒地，还会什么呀？上个月，她在海外赌场又欠下了2000万赌资。2000万？现在巡视组正在我们省巡视，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龙兴集团啊。妈知道你为人谨慎也守规矩，但是我们龙兴集团在龙湾发展这20多年，权钱交易、利益输送，这些事儿不会一点都没有吧？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是让许达再闹出点事儿来，你能收拾得了吗？现在根本不是一个用钱就可以摆平一切的时代了。但是妈，他要去了英国还不更肆无忌惮了啊？还不天天花天酒地啊？起码可以用钱解决。妈，这些年您也太纵容他了。我是纵容他，要不是你叔付出了性命，有我们许家的今天吗？而许达是你叔唯一的孩子。关于这点，君儿、彤彤，你们永远要记住。哎，喂，魏叔，我高峰，我想问一下，北山山洞里那具女性骸骨，跟杨恒的 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吗？喂，魏叔，你在听吗？我在听。好，我明白了。拜拜，魏叔。喂，老李。老冯，朋友圈现在正疯狂的转发一个帖子。你知道我不看朋友圈啊？是有关你爸96年办的结案吧？405案件。对，我给你发过去了，你赶紧看一下吧。行，知道了，来。对不起，冯队，都怪我。是高峰，在这接，打个美的。喂，喂，亲，你们知道杨恒在哪儿吗？你问这个干嘛？北山。
山山洞那具女性骸骨被发现的第二天，杨恒就回到龙湾，而且他很认定那具女性骸骨就是他母亲罗红英。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高峰，我是冯凯。北山山洞那些尸骨你已经知道结果了是吧？冯队，高峰你给我听着，不许你掺和这件事情。冯队，我承认我对你的确有些好感，但并不代表你说什么话我都爱听。我冯凯不喜欢麻烦，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我也不喜欢麻烦，但如果麻烦找上我来，那就另当别论了。你说高峰，你本来是个挺顺眼的人，如果让我对你改变了印象，对你我都没好处。我听说你已经考下了律师资格证，也脱了警服，那就把心思都用在去上海当律师这件事情上，别多管闲事。高峰，我已经警告过你了。那我先走。把上海公司出手，能找到接盘的人吗？应该可以，之前斗窟就很想收购。他们愿意开价多少？半年前是10亿。那你就开价18亿，马上跟他们接触，最短时间内把公司出手。奶奶，我想跟您谈谈让我回集团当总经理的事情。这事没得商量，就任命宣布以后，你就回上海把公司处理掉。彤彤，奶奶能理解，上海龙兴家童就像是你的孩子一样。好，我马上回去谈。您给我一点时间，我想争取在15亿谈下来。奶奶，我只是担心我爸，我怕他受打击。你爸的事儿啊，不用担心。在这个世界上，他最在意的就是你，也最看好你。他早就跟我说过，这公司啊，早晚都是让你接班的，只是对他来说早了一些。要是早几个月任命你就好了。其实现在不是最佳时间。怎么了？哦，没什么，工作的事儿。彤彤啊，今天你讲得很好，董事们都非常信任你，奶奶也为你骄傲。宋局，我是冯凯。你说
杨恒和北山山洞那具女性尸骨的 DNA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那具尸骨就是罗红英。还有更早的什么？杨恒在朋友圈发了篇帖子，我已经转发到你手机上了。说的什么？说当年4051案是冤案，言辞很激烈，表面上是冲高建设去的，但实际上专案组和当年的龙湾县公安局都脱不了干系。你是怎么搞的？是不是你们擅自把消息给泄露出去的？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冯队，周游说杨恒已经从金海湾宾馆退了房，目前去向不明。继续找，翻遍全城，也得把杨恒给我找出来。是。你去哪儿？托你们的福，去见我的领导。喂，威哥，网上有篇涉及大伯20年前办的案子，那个帖子你看了吗？我看见了。网上的传言是真的吗？这个我也不确定，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也不排除借我爸当年的事儿来抹黑警察的嫌疑。是不是冤案我不知道，但死者确实是当年被龙湾县公安局通缉的嫌疑犯，这是真的。哥，当下这个时候对冤假错案这四个字是非常非常的敏感。冤假错案只有找到真凶才能确认吧。那如果是真的，大伯会怎么样？我是说万一啊，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是网上那些不知情的网民啊，他们一定会觉得我爸是个恶警。95年开棺验尸，爷爷有过一次滑铁卢，他们会把这个事儿一并给挖出来，然后添油加醋，觉得我爸身上有恶警的基因。如果公安部门处理不当的话，我担心又会掀起一波群众对于龙湾市公安局的不满情绪，造成舆论危机。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龙湾市公安局如何处理这次危机，如何尽快找到4051的真相。你担心吧也没什么用，你静观其变吧。哎，对了哥，明天别误机了，我到机场接你去。嗯，拜拜。喂，周院长，手术已经准备好了。好，我马上下来。
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他们俩是发小啊，而且徐广义啊还是你叔的跟班，两个人一直走得很近。你问这些什么意思？嗯，我没什么意思，就是最近网上有几篇帖子转疯了，我就随便问问。哦，还有啊，我想说，爸，我可没有要篡夺你权力的意思啊。我知道，不过丫头，你今天表现的真的很精彩，我一边听也一边在反思自己，爸这些年啊的确有些固步自封了。爸，彤彤，爸爸是真心为你骄傲，你记住，爸爸会尽最大的努力扶持你。不见，还认识我吗？行了行了行了，别忙活了，我吃过了。这房子，拆迁分的。